哎呀妈，最近爱吃啦！医生让你放钱放啊惊。今天我来放我，今天我是同甘的。由日本以及49个国家签约，
根据这个合约的这个精神，台湾的主权绝对无容忍任何列强，包括中国来统治。台湾绝对是属于全体台湾人民的。今仔日这场的音乐会，就是为着旧金山合约40周年来举办，希望透过今仔日这个音乐会，予咱更加了解，咱是台湾人，咱是台湾的主人，台湾的主权是属于咱的。今仔日的演出者，包含海内外真济台湾音乐名家，包括时代教授郑赞道雄的先康利，更添加郭俊乐小姐、陈嘉玲小姐、女高音黄美青，更添加陈素贞、指挥家郭金贤牧师，我甲作曲家大家所了解的萧泰然教授，特别要感谢萧泰然教授，伊拄啊完成的这个钢琴合奏曲的首演，因为这个首演，予咱这个音乐会有特别的这个演讲，咱即马马上要来开始演完的节目，多谢。
常的欢喜，伫这个所在来代表咱北加州台湾同乡来欢迎李教授来到咱这个园区来。同时也非常感谢李教授接受到咱的邀请，今仔嘛要来甲咱做精彩的这个专题演讲。Thank you.
林山田教授，各位长辈，各位来宾，各位同学，今仔日看到遮济乡亲，跟你讲，全同满足来参加这个咱一年一次的这个盛会，本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欢喜。这是咱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十几年来的美丽传统。咱拢知影，这么大的这个盛会，后面一定有真侪人在做代志。阮经过真侪遍的开会，各中央、各同乡会的协力合作，有真侪同乡，伊提出伊真侪宝贵的时间，甲奉献伊的精神，来为着大家，为着这个大会的成功，来共同来打拼，并无接受到任何的补助，这完全是咱台湾人团结的结果。
光的娘啊，我的光应该找我的孙子对了。哇，头前人山人海，闹得滚滚，不知你出什么代志，秘书嘞？有什么闹热代志看我？来我管啦！啊，进来啊，进来！今仔讲哦，是我因好意头话哦。今仔讲哦，淡水边啊，今仔日要甲迄个出卖咱台湾人的郝柏村迄个郝大头大大抢一个嘞。
开始后就滚滚，咱特别邀请南湾青少年来给咱办这个南西滚。南湾青少年的舞狮唱。叫一个王太太来，车要过来调一台车，好无？拜托者，好，咱跩朋友拜托者，好无？但是总统三号李伟，不带任何人证明的三台李伟车队，不用去提高，到底有多少？来检查，都一样。我即将到来。
我即马要请咱现任的会长张信行医师咱知影张信行医师啊，甲新生刘伫咱湾区大家拢所在来甲咱医术。咱敬爱各位协志会会员、甲协志会的朋友、各位贵宾，今仔日非常的欢喜，大家半工来参加咱今日的盛会，大家希望大家今仔日有真愉快的一日。我首先直接要感谢各位。即届的董事、总干事、甲各组的负责人，包括通讯、财务、座谈、康乐组、甲少年组、甲青少年夏令会、当然社团的其他会友一切帮忙。若无因这个团队的这个精神、甲这个热心呢，今仔日这个晚会实在是无法度来这个完成。所以我真感激，因大家这帮忙，我照如天，我多在感谢我的团手吴医生。伊这几年来，给我真大的帮忙。所以我真轻松轻松，都会进入这协志会会长。小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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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last night that she taught him everything he knows. Which proves once again behind every successful man there's an equally important female. That must be just half of the audience. I remember which half.